Hello，郑姐你好。喂喂，听得清楚吗？听得清楚啊。啊，听得清楚哦。我们这里是网络电台打给你的。那么呢，你有一位非常爱你的人呢，就委托我们呢，把一些话还有一首点歌送给你。你现在方便听电话吗？可以，现在。好的，他就说到呢，他想见你和很想你，我们很快就能见面呢，你要好好的等我来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去迪士尼。每个月14号的情人节都是我们的小小纪念日，这个月迟了送给你，希望以后每个月的14号我们都可以一起庆祝。你知道是谁送给你的吗？我知道。没错了，就是非常爱你的老婆了。那么她还有一首点歌呢送给你，我就唱一小段给你听了好吗？好，谢谢啊。好，来咯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，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遇，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，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呀。送给你，郑杰。谢谢。好，那么希望呢你们以后都可以幸福快乐，生活美满，感谢你咯。一定可以的，谢谢啊。好好的，我先挂咯，拜拜。拜拜。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，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，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。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，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。